美国新泽西也举办了浴佛仪式，当天气温摄氏5度，750人伫立寒风中，虔诚的信念不因寒风而有所畏惧动摇。许多各地的观光客也来共襄盛举。这种的虔诚啊，实在是很令人感动啊！也就是因为呢，有时间的累积哈，从过去的经验累积过来的，所以才会呢。有这样的盛况啊。